第五届的海洋教育推手奖今年在海科馆举行颁奖典礼，教育部潘文忠部长亲自颁奖给共计四类十六个奖项的获奖者。有政策运用了科技数位及规划活动，具有高度创意，教材推广与教学这门课程充分落实。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海洋教育的基隆市政府获得特优地方政府奖，整合各界的资源，倍增海洋教育的推动量能。很高兴今年我们基隆市能够获得海洋推手奖地方政府的一个奖项。我想我们这是团体的荣誉，不是只有基隆市政府，包含我们的学校以及非常多的老师们也都一起投入这个领域来共同努力。那我相信我们透过这个奖项的肯定，我们会更把更多的好的海洋的课程以及相关的理念都带到我们的校园，让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基隆体验海洋，肯定海洋教育推手们的卓越贡献，也期望借由典范的传承、创新与扩散，倍增海洋教育的推动能量。有这么多的伙伴在默默的各个角落，能够让孩子来了解、认识海洋，到应用、到接近甚至到更珍惜相关的这些跟海洋有关的这些议题，能够让我们跟民间跟企业、跟政府机关，还有不同教育的这个第一线的推手，共同携手努力，共同分享这个推动的过程，传承优良的海洋教育，做一个很好的示范。携手民间，挹注更多的海洋教育资源，一起在海洋教育这条路上前进，跟上永续海洋的时代浪潮。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